上勇士这场比赛要突围的话，绝对要有除了这些老将之外的球员能够做出贡献。林志炫，外围挡出一个空档，球林志炫，哇哦，滑了，不过马上在四十五度角又飙了一记三分球。林志杰在这场比赛第二颗，团队勇士在上半场已经投超过十颗的三分球，哇！今天其实不长，只有打了十八分钟，三分球进，哇！球给志杰啊，哇！今天呢，这个效率实在是太好了。志杰外围直接拔起来，这三分，哇！这个的三分线又把比数拉开到了二十分，再开一个后门，第一次没开成，第二次开到了。Bad door 给到了林志杰得分，漂亮的给球找到篮底下，林志杰再传一次助攻，本场比赛个人第六次。哇，这个传球高过豪斯，没有把球控制好，发生失误了。平中给到是志杰。再次拿下分数。